喺度多谢喺5月8日快手直播大家对我嘅支持啊！母亲节快乐啊！多谢 PayPal 支持先，加拿大多伦多高先生、马兰西亚阿姨、加拿大温哥华嘅袁先生，同埋一位唔想公开姓名嘅海外朋友。多谢银行过数支持潘先生、英国曼城嘅辉哥简生。咪咪、美妍姐姐、玉玲姐姐、阿 Win 姐姐、K K、黄乐天先生、Hello Kitty、柴湾文先生、Y A Alan、李音贤先生、阿妹、瑞玲姐姐、游历村嘅陈女士、范姐、黄小姐、熊猫姐姐、K W 陈先生、阿 Man、上水鸟先生、网友李小龙、陈先生、何姐。阿宝姐姐、大夏哥哥、网友 Blue J、新加坡龙先生、龙金玉小姐、苏先生、老夫子的朋友陈先生、陈先生、钟先生、麦兜、谭有世先生、王伯，多谢微信支付支持的澳门吴先生，多谢支付宝的小飞侠先生，多谢在直播间送礼物给我的朋友。呢段时间冇街演、冇商演，咩演出都冇。多谢你哋不断咁支持我，俾我信心，俾我可以继续努力下去，俾我做我自己嘅坚持。多谢你哋嘅宠爱，多谢。咁我哋下次直播再见啦，记得去参加5月29日嘅名都久别重逢，我哋欢乐时光啊，系啊，到时见啦。下次下个星期嘅直播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感谢5月8日快手直播大家的支持。首先感谢配票支持加拿大多伦多高先生、马来西亚阿姨、加拿大温哥华的袁先生，还有一位不想公开姓名的海外朋友。谢谢银行过数支持潘先生、英国曼城辉哥、简先生、咪咪、美贤姐姐、玉林姐姐、阿温姐姐、KK、黄乐天先生、Hello Kitty、柴湾文先生，还有 YA。艾兰、李恩贤先生，还有阿妹、瑞玲姐姐、游历村陈女士、范姐、黄小姐、熊猫姐姐，啊，还有 KW 陈先生、阿妹、上水廖先生、网友李小龙、陈先生和姐、阿宝姐姐、大侠哥哥，网友 BlueJ、新加坡龙先生，还有龙金玉小姐、苏先生、老夫子的朋友秦先生、钟先生、麦兜、谭有世先生，还有黄渤。感谢微信支付支持的澳门吴先生，还有小支付宝的小飞侠，还有谢谢在直播间当中送礼物给我的朋友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这段时间呢没有演出啊，生活来源全部是靠这个直播，感谢你们的包容宠爱，还有继续鼓励我啊，我会继续坚持我的梦想啊，希望可以在5月29日久别重逢名都的欢乐时光见到你们啊，我们下周的直播再见。拜拜，母亲节快乐。目送我长大，也送走了繁华，这一路走的还真是坎坷呢，要是不看我还没觉得
释怀，一手挽住我，你也直不起来。时光，时光啊，求你轻一些啊，一到这儿我就不敢唱。时光啊，求你别再走了，让我们多陪陪妈妈。老苍井，拜了。